大家好，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要如何用你的 Be Infinite 的 apps， 用你的那个分数来换取那个折扣，那个电话费的折扣。那么首先呢，你就要先开这个 Be Infinite 的 apps， 然后在这个 redemption 这个 icon 这边你就按 U Mobile。然后你会看到有几个分数啦，这个分数有500分，有200分，有1000分，1500分，就拿500分折扣。那么你选了这个500分折扣之后呢，就需要输入你的手机号码。然后当你输入了手机号码之后呢，你就按你的密码啦，你按了密码之后，然后成功了，你就可以直接换取你的分数了。最重要的就是你的 Be Infinite 的分数，或者是以前叫做 B Card 或者 U Mobile 的分数呢，是可以拿来扣除你的电话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